还没。这样子并不好。不行，这个这样子照会不清楚。说真的，大师兄的那个架手机的东西，这个部分的设备并不完整哦。来，我们来第二个单元哦，我们来讲解一下iPad 的部分哈，那因为我思考了很久，其实这个纸新的这个纸哈，我拿到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其实我一直在想，因为纸张这种东西很难去，一来不是大师兄的强项，但是说真的，你要用好一支笔哈。哎，我先切回来好了，这样子你们听很奇怪。关于使用纸张的部分，因为今天一支好笔。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使用，一支好的钢笔哈，也不是说好的钢笔，就是我们用一支钢笔，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使用的感受。纸张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因为一张纸的平滑度会让你对于这一支钢笔的书写感有天跟地的差别。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因为大师兄其实不是很玩很多的纸。哦，大师兄并没有玩很多的纸，但是总是会碰到那么几张纸让我写起来觉得很舒畅，哦，或者是很奇怪的感觉，哦，那在社团上面有很多人其实玩纸张玩纸玩墨的人其实相当的多，哦，所以当然我在这边也不好去班门弄斧，但我只能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感受来形容它，哦，这种感觉就好像说今天你今天买一台 CRV 好了，啊，因为 CRV 伊都22寸、23寸吼，啊，恁啊较跨到他妈23.5、24.5的感觉啦，吼，24.5的感觉。那这么大、那么宽的轮子去跑比较粗糙的路面，跟跑平滑路面，那基本上你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恁啊有够跨。啊，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吼，因为你练啊有够快，所以你到迄个路吼，迄个路好甲歹其实无啥物差。好，这就是为什么休旅车大家喜欢开的原因，因为适用性广泛。但是今天你如果换成是那个195的那个15寸、14寸的那个轿车胎，你今天一样再去跑那个铺的很漂亮的路，跟那个稍微路面比较差的，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差别。好，就开始轻轻拱拱，轻轻拱拱，为什么？因为轮子体积小，哦，那碰到凹陷处就比较容易有反弹的感觉，哦，或者是陷入的感觉，哦，这就跟钢笔一样，今天你用一张纸，如果它的平滑度或者是它表面的不管是纤维，哦，或者是它当初在压这个纸浆 的那个条件，哦，的差异，就会让你觉得这支笔怎么好像早上写很粗，晚上写很细，啊，其实就是因为纸张的差别，啊，其实就因为纸张的差别。那当然我们还不先去谈所谓的说，啊，一张纸张上面有没有做什么涂布，啊，有没有用什么涂层，啊，然后把那个缝隙给填满了，啊，所以它变得比较，啊，就是，啊，所谓的扛不扛水，啊，那个暂时我们就先不去谈它，啊，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一个纸张在使用在钢笔的角度，一般我们都使用 EFF，哦，大一点才会用到 MBBB 这种的，可能就比较不挑纸。F 肩以下基本上它就是很挑纸了。你只要换到一个比较粗的，哦，比如说，有用过那个图画纸，哦，像那个以前老板娘，我不知道各位还知不知道，有一个老板娘，她曾经出过一个什么号称什么水都扛得住的纸。那我也听说她的厉害之后，然后去弄了几张来试，哈，哦。那说真的，一拿到那就是个图画纸，好，哦，那表面粗的要很粗糙。但是他真的扛水扛得很厉害。如果你有看过二零好像2015还是2016
那个有做过一次那个纸张评测，那个时候就有包含到那个 iPaper 的纸跟老板娘的纸里面，就有老板娘特别扛水的那一张。但是我必须说，那种很扛水的那种那么厚的图画纸，其实它不适合钢笔使用，因为它表面很粗糙，所以你用钢笔，除非你走到 M 间以上，啊，不然的话，基本上你无多塞，你等下塞我压车起才会塞啦，哦，无我要车你无多啦，哦，所以当你使用一般的钢笔 F 间、EF 间，甚至更细的，你势必要有一张平坦的路面，你要有一个好路可以走，哦，所以你需要一张平滑纸，哦，所以开头我们先简单讲到这里。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扛水，因为钢笔我们使用一定要扛水，好，那不扛水的基本上写的就不能看，因为墨水会晕得乱七八糟，好，那这一点这也是大家都清楚的，就是钢笔使用纸张的一个需求。那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来比较就是 iPaper 的新纸品，那当然我们就是跟 UCCU 去比，那这一本就是 UCCU， 这一本是那个市面上没有销售的版本，这个是那个老板，啊，老板的试写纸，那因为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因为他觉得这样做蛮不错，也不会，他就是封 L 型，封边封 L 型，那这样它放在上面不容易纸张变形或飘来飘去，撕的时候就是对角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不要脸的去跟他要来了一本，然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啊，这是 UCCU 的纸。那这一张呢，就是我们刚刚 Preppy 做那个小流星试验的这一张，这个就是新的纸款。那它的名称就很简单， iPaper，反过来念，好，刚刚那个金派好像还没有意会过来哈，哦，iPaper 把它反过来念，好，就变成 Republic， 好，然后变成 Republic， 好，我们把镜头切过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来，好 ，iPaper， 好，哦，把名字反过来就是新纸品的名称，啊 ，Republic， 好，来，再跟我念一遍。Republic， 哈，哦，这样了解的话，哦 ，Republic， 好，那老板那个时候他很努力的跟我形容了一下，哦，就是有关新纸品的特性，啊，哦，因为说真的啦，你没有亲自去试写，你可能感觉不太，你可能不太知道，因为印刷长得一模一样，它也是做成那个 0.5 mini 的那个格子，啊，也是用淡紫色的那个颜色下去做格子，所以基本上你如果没有实际去试写，你很难去觉得说，哎，欸，这啊这架古的 UCCU 那上面无同的所在，啊，所以那个时候老板他很努力的想要告诉我差别差在哪里，那我们这边哈也就很直接的告诉各位，因为我不是很懂所谓的什么长纤维、短纤维，或者是说什么涂层上去，所以它的那个怎么样？那我只能很简单的用实际测试的效果跟各位讲，但是我不知道照相机拍不拍得出来，我只能用这一张嘴啊去跟各位解释。好，来，我们先用一个最简单的、最残忍的测试给各位看，你就会理解，可能你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好，来，我先讲一下我要使用的方式哈，我先在这个纸上面做，把标示做好，这样各位你们才会看得清楚。一样，我们就是用西华正红哈，用西华正红来做测试，因为这个流动性很中庸啊。这个叫做 Republic 啊，然后这个叫做 UCCU， 好。OK， 你看，光是我前面这样稍微试一下就很明显有感觉。来 ，Republic， 我会用一滴墨水分别滴在这两张纸上面，然后看它的反应状况。好，我们分别来看它的反应状况。好，我再讲一遍哦，我用一滴墨水，就是比较多的墨水去点在这两张纸上面，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反应状态，各位你就可以发现这两张纸的差别是什么。来，这个是 Republic，
好，我们看一下。来，第一个扛水一样照扛，还是扛在一个程度里面啊。但是当有一个划过去的时候，墨水这样子划过去的时候，来你仔细看哦。比较小条的这一个，很快速的就干掉了。好，好，这张纸我们就先放旁边，我们来看 UCCU。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好，这样你们会看不清楚，是不是应该这样才对？哦，很怕皮，很快的就把墨水都吸掉了。UCCU 相对的，它吸水的速度就比较慢。相对它吸水的速度就比较慢。不过这样子说真的啦，这个这样子试哈，它的那个什么，因为水量也不是很一致，所以我很难去跟大家去讲说到底实际的差异有多大。只能你们直接试最快啦。直接试最快。那我还是我必须简单的跟大家做讲一下哈，就是，等一下，新的 iPaper 的这个纸款，新的 iPaper 的这个纸款，它所强调的就是它不用涂层 ，UCCU 的纸张表面有做一个涂层的涂布，所以来增加它的抗水的能力，但是也因为这个涂层的关系，它的墨水吸收的速度相对的慢。好，那新的 Republic 这张纸它是没有涂层的，它相较于 UCCU 是没有涂层的，是100磅的纸，100磅的纸去制作的。那它强调的就是说它吸水的速度比 UCCU 来得快。那这个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差别在于说，今天你在办公室日用的时候，如果它的那个纸张的吸水速度比较慢的话，那有时候一个不小心你给它回掉来冲上来，其实就花掉了。那 Republic 它的优势是在于说，你写过之后，这张纸它很快就把你那个水把它吸下来。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有那个晕染的一个状况，就比较不会有晕染的状况。
啊。那这是它的一个优势的部分，好，所以那其次在我个人的一个感受上的差异，而是在于说，它因为它是100磅的纸，好，100磅的纸，所以实际上在书写的感受，因为书写感受我没有办法用展示的给你各位看、啊、好，我只能说写上去的那个笔触，好，写上去的那个笔触确实是有些微的差别，有些微的差别。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在于说 UCCU 因为它做了一个涂层，所以它的笔画画过去的时候，那个边缘基本上确实是比较干脆一点，因为有涂层的关系，它不会让墨水跨过去。好，那 UC 那个 Republic 这一张基本上跟这个部分的性能跟 UCCU 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差别在于说 UCCU 它是靠涂层把那个墨水挡住的，那 Republic 是利用运用它的优异的吸水能力，所以你一笔画过去，它墨水很快就往下拉，它不太会往旁边扩出去。好，差别差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实际上可能要在应用的层面，你们才会有实际的感受。好，才有实际的感受。好，那再来只是说，你们可以直接去 iPaper 的店面，因为现在 iPaper 的店面已经搬到新的地址，那它已经开始在试营运。好，我建议各位，你们可以去，如果在台中的，你可以实地的去试试看，好，去写一下，我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对他这个新产品有兴趣，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书写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好，确实不太一样。好，那没办法，因为纸张的部分确实大师兄比较不是那么的专业，我只能从我的感受去告诉各位。好，从我的感受去告诉各位。那我还是觉得说，你如果很喜欢那种，那个叫做。因为它的表面比较绵密，那个写起来的那个感觉，我个人的形容词叫做比较黏笔啦。我不知道这样你讲你们有没有感觉。好，它的因为纸张的表面跟 UCCU 这种有涂层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有涂层的你会觉得好像反正一笔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是这种没有涂层 的吸水力强的纸，它有给你一点那种就是滞涩感，你知道吗？就是带一点阻尼啊，你一笔写过去的时候，它有点会粘笔的感觉。那对于你一个人喜欢这样一笔一画慢慢写字的人，你可能会喜欢这种感受。哦，它就不是那种很死滑啊，也不是很粗糙，它就是一种会粘住你的笔的那种感受。好，所以还是跟大家讲哈，那个当然 ，iPaper 它这一次有提供了不少，哈，有提供了不少。纸张赞助团庆，好，就是新的那个 Republic 的纸张，好，那有抽到奖的，你回去你就可以去试一下，iPaper 这个新的纸款，好，新的纸款。那你在台中的，好，你想要去实地的去测试一下 Republic 的这个新纸，你可以就近到那个西屯，哈，西屯逢甲那边的那个 iPaper 专售那个展售店，好，去实际的去测试一下这一张新纸的感觉。好，我只能跟大家讲，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也还不错。好，它的那个性能，好，它的性能是还不错的。好 ，OK， 所以一样，好，有对于这个纸品有什么问题的，好，那当然你还是可以在社团里面提出来。那如果我可以解答，我就解答。啊，我如果没有办法解答了，我会请那个赖老板，哈，请 iPaper 赖老板也可以再跟大家做补充说明。好 ，OK， 好，那个 Republic 这个纸款的说明，哈，就简单的介绍到这一边。好，我不晓得能不能再有其他那个，我们看赖老板他有没有什么看法，好吧 ？OK， 好，那这个部分的直播，哈，我们就播到这边。OK， 好，有问题我们社团见。好 ，OK， 拜拜。